是不是月黑？啊，那些国家是不是都是劳力国家？所以你蛮欧欧那个排名还扯了。我用统计学跟你讲就好了。啊？那个以后再等一下再讲。我们地球文明发展的国家比较白，你去翻历史啊，哈，不管你是翻中外的历史，你在北京跟日本的那个纬度啊，我忘记几度了哈，上下三度，横跨北半球，还是咱人类文明高级知识分子哎，这个是统计学，遐个人拢白。你听有无？你若乌吼，天生乌无要紧，爱金。等一下会讲到气色吼，金啊乌金吼。好，你如果平常就有这种神，看人的若没有给人家压力，人家喜欢跟你讲话，叫和会。你早因那有新家无新家，有没有心事？看就知道，只是要不要准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你要不要讲啊？有些事不关你的事啊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哦。